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学员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哈，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第二册第684页哦，也就是第九例哈，叫做生死智力。那用的是什么？天眼哦。所以呢，在最下面啊，刮胡二有没有？有天眼通、天眼明，乃至天眼智力之别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从凡夫说起哈，以凡夫来说的话，哈，凡夫人他是天眼智，其实一般很少用天眼智了，其实就叫天眼通，啊，因为外道他是不是也有这五通啊？啊，他有天眼通，他不是明，并非明，有没有？啊，亦如是啊，因为前面讲的是啊，这个以天眼为主了。那其实其他的也是这样子的哈。但见有所有事，他见的是不是还是事相上的啊？还是在现象上啊？不能随业因缘受生啊。啊，如同宿命当中所说的，那，啊，因为前面是在讲宿命通、宿命明嘛。到宿命智力有没有？佛之众生宿命智力，对不对？啊，佛陀的第八力是宿命智力，对不对？第九力就是啊，这个生死智力是用天眼来看的哦。那一样啊，宿命通能变宿命明，天眼通能变什么？天眼明的关键是不是在业因缘啊？随业因缘。哦，随业因缘受生啊，可以看得到他怎么样受生啊，哦，是因为有业因缘的关系，随业因缘，不是只有见现象而已哦。啊，哦，好，那刮胡三啊，哦，会有大小天眼的种种差别啊，哦，第一呢是四大照射的清净啊，阿拉伯字的刮胡一，对不对？啊，天眼第一者，四大照射半头清净，啊，复次得天眼人中第一者呢，叫做阿那律，也就是阿尼娄哆豆。啊，我们平常比较习惯称他什么阿那律，他天眼第一啊，哈，啊，这个在佛弟子来说，哈，啊，他天眼第一，他的天眼还是色界的四大照射。我们就讲肉眼天眼是什么？四大，是色法，是色法；慧眼、法眼、佛眼是心法，哦，是透过修行来的哦。好，那阿那律呢？他因为他平常是非常贪睡，哦，晚上睡，白天也睡，有一回就被佛陀呵斥，哦，那他很惭愧，然后就发愿，哦，干脆我都不要睡，结果。就是非常用功，然后呢，却忙就瞎掉了，哦，那佛陀就这个，当他想要缝衣服，没办法了，佛陀也为他哦缝衣服哦，那他因为他瞎掉了，佛陀就教他修天眼通，修天眼通啊，哦，所以他也获得了天眼通，啊，哦，那乃至到天眼明哈，哦，所以呢，他这个。肉眼、天眼都是四大所造的色，哦，那半头清净是天眼呐，啊。这里为什么叫做半头哈，啊？下面第138的注脚有没有？啊，所谓的半头就是怎样，见前不见后啊？我们肉眼是不是见前不见后？啊，见只看到一半啊，叫半头，叫做半头。所以叫做半头清净是天眼呐，啊，哦，那佛陀呢，也是四大照射哦，但是他是片头的清净啊，他没有这种的差的那个差别没有，所以叫做片头清净是为差别。同样是天眼，当然佛陀的天眼会优于我们凡夫，乃至更优于什么声闻，对不对啊？哦，所以它是半头跟片头的差别，哦。那第二呢，在什么样子的三昧当中能够见，哦？那复次
声闻人他所住于三昧当中来 得天眼的话，他即所住的三昧当中能够见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之前呢其实讲过有三种三昧，叫做有觉有观三昧，初禅是不是有觉有观三昧啊？到二禅的叫做无觉无观三昧，中还有个中间禅就是无觉有观三昧啊。那就看他是安住在哪一个三昧啊，那他就在他所住的那个三昧而得天眼啊。他的范围小，他只能在他所住的啊，在这三种三昧都可能，那就看他在哪一个三昧当中得天眼啊，他就得要限制在那个三昧当中，他才能够天眼通啊。那佛陀的话呢不一样啊，佛会随着他所入的三昧当中来安住啊，他欲见尽见了，他想要见的都可以，怎样都完全看得到啊。如果他依着是啊无觉无观三昧当中来得天眼的话，那他入了有觉有观三昧或者无觉无观有观三昧当中，是不是他一样都能见了？他就不受限，他不受限。那声闻他会不会受限啊？他是会受限的啊。所以同样是天眼也有什么差别啊，是有差别的啊。那第三个呢啊，心入于三昧呢天眼也会灭啊，那但是佛陀不会啊。复次声闻人呢，他用天眼来见的时候，他所住的三昧，他要在他所住的三昧当中来看啊。那如果新入了其他的三昧的话，他天眼是不是就灭掉了，就失去作用了啊？但是佛陀佛则不尔啊，他心虽入到其他的三昧，他天眼是不是不灭啊？他不受限啊，不受限。所以呢观胡四就总结第九力啊。所以第九力呢是智慧遍知一切众生生死所去啊啊，这个等于是所谓的天眼通、天眼智到天眼明，对不对？然后才会有生死智力啊。啊，那佛陀因为证得啊，圆证了尽虚空界的啊这个真理现象，所以真理现象本身是什么？无能坏、无能胜，所以是名第九力。好，那第十力是不是就漏尽智力啊？我们有漏尽通、漏尽明到什么漏尽智力啊。好，好，那观胡一就释疑啊，说三圣同坐解脱床，漏尽呢应同二圣人的疑啊。好，也就是说三圣啊是声闻缘觉跟什么菩萨圣，同样都能够解脱啊。如果能证啊，能够超凡入圣的话啊，能够超凡入圣，那么都能够解脱啊。但是漏尽呢啊，漏尽应同二圣人啊。在漏尽来讲的话呢，因为这个声闻缘觉他也可以漏尽，他解决的是他的什么父母生身，但是他的意生身没有解决啊。啊，他能够不受后有是他的这个父母生身，但是菩萨道呢还要在一大欧僧祇劫哦，从初地到七地圆满，哦，好，所以这里呢先设问了哈，说九力，也就是前面九力，啊，前九力智慧分别是有差别的，在漏尽来讲是一样的，啊，所谓的漏尽就是解脱了父母生身，父母生身，啊，那一切声闻辟支佛有何差别？那个佛陀是不是也是解脱了父母生身呢？哇，菩萨到七地圆满八地以上他就可以分身无数亿嘛。啊，那所以呢跟声闻缘觉小圣有什么差异呢？啊，所以一叫做漏尽同智慧异啊，同样都是漏尽哦，但是智慧的差别啊，智慧分别是不是有大差别啊？啊，那差别可大，因为它量不一样啊，量不一样，哦，好，所以第二呢，这个断结，啊，断结见顿不同，
啊，声闻极大力，它是也有很大的力哈、啊，它是透过思维所断结，啊，它在思维在修惑上断结的时候，它是从生住灭三时来断，渐渐的断。佛陀则不尔啊，因为佛陀的果位是不是很高啊？啊，他其实一生，他只要透过身份就断尽了，哦、啊，就已经尽虚空界的圆满了吧。所以这个是渐顿的不同，啊，声闻是要渐啊，三十分了生分、住分到灭分才三十才断，但是佛陀怎样，他在一个生时里面就可以断尽了，尽断了了，哦、啊，那一个是用顿，一个是用渐，佛陀是顿，当然要到顿是不是也要有渐的过程啊？见的修行才能够到成佛的顿啊，哦，顿断嘛，哈、哦。好，那断证一时意识呢不同啊、哦，因为声闻人呢，他在见地所断的结识啊，哦，在见道位上啊、哦，他其实生时就他在见道位上就断，但是他的修惑必须要怎样三时灭。好、哦，那佛陀的话呢，因为他已经成佛了，所以他在这个见道跟修道上哈、哦，见地所断跟思维所断是不是都没有差别、啊？因为他果位高，他没有差别。但是声闻他有差别啊、哦，他是不是有修道的啊、哦？有见道上的断到修道上的断不一样。就像我们刚看的那个表有没有啊、哦？他是有差异性，但是佛陀没有。好、哦，第四呢，声闻人他出入圣道的时候。他入时与达时 是有差异的，所以他透过十六心呢、哦，还要分到第八心的时候怎么样，到第十六心的时候怎样见到、哦，修道了、哦，就证了什么出果、哦，所以他的入时跟他进去跟到达是 有时间的差异，但是佛陀他一心当中呢，他易入易达，他就不需要有这个分别了。他一心中就得一切智嘛，一心中也坏一切障，一心当中就得一切什么佛法。哦，佛陀不需要没有时间的差异，声闻有没有有啊？哦，所以声闻法会比较重相也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佛陀时代在僧团里面，大家哦，因为都这个很多都是正果的这个阿罗汉。那他们也会认为佛陀是大阿罗汉，是佛陀了的，但是不知道阿罗汉之间是不是有差别啊？哎呀，但是因为声闻法，它最高的果位就是阿罗汉，所以称佛陀也称大阿罗汉，哦，是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差距。其实他们差距是不是很大？从大乘法来看就知道，哇，这个还经过菩萨道的三大哈、哦，等于后面二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是不是差距就很大？最后的那个功力当然不一样哈、哦，好，那第五，啊、哦，断障解脱也不一样哈、哦，所以复次诸声闻人有二种解脱，一个叫做烦恼解脱到什么法障解脱，一个是去除了我执跟什么法执，烦恼啊、哦，烦恼我们的烦恼都是自我，啊、哦，我执才有烦恼障，那我所执就叫做法执、哦，法执是不是就会有法障？哦，好，所以佛陀有一切烦恼解脱，亦有一切法障解脱，佛陀就不没有分这些了，哦，就一起全部所有一切都解脱了，哦，那第六呢？佛陀得是自然得智慧，无师自通啊、哦，尤其佛陀是以化身化现在世间，他根本就是早已成佛嘛，只不过为我们这些凡夫来度化我们，所以他这个就自然得智慧，无师自通了了、哦，因为他果位那么高、哦，但是呢声闻人就要随教道而、哦，行得的，是不是都要透过佛陀的教导然后慢慢的学习，那这是过程嘛，对不对？佛陀是不是要经过声闻的过程、哦，这也是必然，因为前面这两卷都是用声闻法来看的。好，那第七呢，佛智灭众惑而其力不减，富有人
言呢、啊、哈，说如果佛陀以智慧来断一切众生烦恼，那他的智，其智呢也不钝啊，也不减，就譬如啊，像热铁丸，啊，热铁丸去着了少少的棉絮来讲的话，那是不是一下就把这个棉给烧掉？火势会不会减啊？不减哦，因为它那火势本来就很大，只是烧了一点小棉絮，那不会有差别的。哦，那佛智慧也是这样，佛智慧就像热铁丸的那个火势非常之大。哦，那一般的这些哦，我们众生的这些烦恼就像少棉一般呢，很少，所以它智力不会减的，不会为了去啊。哦，灭烦恼烧烦恼，所以智力也跟着减，不会哦。所以他说这里就讲其力不减嘛，所以才会拥有这实力嘛。哦，好，那第八呢，佛陀自知他漏尽，也知道他人也漏尽，但是声闻呢，他只有知道他自己漏尽，他管的是不是也只有管他自己啊。哦，那诸佛呢，他自己知道自己漏尽，也知道他人也哦，谁漏尽谁没漏尽，佛陀都非常的清楚哈。第九，佛陀呢也遍知一切众生当中的所有烦恼，还有呢属于见道修道所断的结识哦。所以在声闻法里头就比较强调会有九十八识，有没有？有见道的八十八识，再加上修道的十识，总共有九十八识哦。那再乘以二就196禅哦。那这196也是哦，因为它都会有，它各有两个禅呢、啊、嗯哦，所以在哦，所以叫做196禅哦。那除了佛以外呢，没有人能够彻见如此的这么详细的哦，这么如此的详细哦。所以呢有九十八识哈，那为什么会再乘以二？其实在这一页哈，686页最后一行啊，注脚里头哈，注脚里头也哦，会有三界的见地跟思维所断分别故，等于有见道的断跟什么修道的断，有见道的禅呢跟什么修道的禅，所以它就会形成196禅哦。乘以二了哈，好，那除了佛陀以外，没有能够完全的知道，哦，并且呢，在第687页，佛陀也是能够独知，只有佛陀能够知道，啊，有苦法智、苦彼智当中断的而所结识性啊，啊，因为苦法智跟苦类智了哈，有时候叫做苦彼智，啊。在第660页有没有？从苦法智啊，然后到苦类智，它有四个智了哈。这里的类智哈，类智有时候用比智啊，用比哦，所以在这里第687页上面讲的是苦法智跟什么？苦彼智哦，那先有二人才有这二智了哦。的过程当中呢，他所断的这些结识心，乃至一直到道彼智是第十六心了，就是说他这个非常的细密哦，如此的细密，那也是佛陀知道，佛陀独知啊，只有佛陀知。像如果是菩萨就比较没有去管这些了，所以在菩萨道上比较不会讲到这十六心，有没有？十五心到第十六心啊，种种比较不讲这个哦。那所以也唯有佛陀独知哦，在这个过程他怎么样去断这些结识啊哦。那所以会在比方俱舍论啊哦，这些属于声闻的论点里面会讲得很详细哦，乃至一直到道彼智亦如是。道彼智是不是第十六个？就是道类智哦，这个类就是彼了哦。
一直到比智呢，也是这样子。这个也都是透过思维所断，就是所谓的修道所断啊的这个九个解脱道中，所以它这个有九个解脱道，有九个什么无间道啊，它还分成有没有660页？它是不是有九个无间道，九个解脱道？它都先从无间道之后到解脱道，无间道解脱道，无间道解脱道，这么细密啊。那这个也都只有什么佛陀是非常清楚明白的。所以佛陀呢，就悉知啊，悉遍知一切众生如是事啊，啊，声闻若少知少说呢，皆随佛语啊。那声闻，因为他的心量小，他所知，他是不是也都少知少说啊？哎，他比较不管别人嘛，所以他也不会管这个世间如何如何啊，别人的苦痛啊，种种的，是不是他也比较不管了？哦，那。那不去管这些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好好跟佛陀学习嘛，皆随佛语啊，皆随佛语哦。好，刮胡二呢，就总结第十例哦，总结第十例哦。所以这个第十例一样哈、哦，佛陀如是漏尽智慧势力啊，啊力势啊，哦，因为他这个是不是就是？所谓的漏尽明啊，漏尽通到漏尽明，乃至到什么漏尽智力啊，漏尽智力哦，因为这一切的漏是不是也都尽了，没了哦？那所以是圆证了尽虚空界的清净哦，这才是真正的清净啊哦。那无能坏，无能生，是名什么第十力？第十力哦，好。那接下来是刮胡的大写的二啊哈，大写的二，那么在、okay. 哦、反正就是释疑了哈，对这实力的释疑啊，刮胡二有没有大写二啊、哦？大写的一刮胡应该是在解释这实力了啊、哦，那。刮胡二大写二是在释疑，在实力当中啊、哦，那么到底何者最胜？哦，到底哪一个最殊胜、最有力呢？哦，那佛陀啊、哦，这个是论主啊、哦，论主呢设问，然后怎样自答？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论主就答说：哦，其实各个于自是当中都是大的了。他是不是总共有十种力啊？哦，其实每一个力在他的那件事情里面来讲，那个力量是不是都是大的、啊？哦，所以诸力呢，各个于自是中是大的力量。哦，也不一定要去比到底谁的力量最大。哦，那因为每一力都有每一力的作用力嘛，他所要处理的事情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？哦，比方。就回头看一下哈、哦，这实力是什么呢？在第667页哈、哦，知是知什么？是处非处智力嘛？哦，是处非处的智力。哦，第二个是知道，有没有？第667页哈、哦，第二个是知道什么？业报智力，知业报。第三个呢？啊，禅定解脱三昧啊，这个净垢分别智力啊，第四个呢，知众生上下根智力，所以他是不是各有各所重的、啊？首先就是要知道是处还是非处了，对与不对嘛，啊，正法非正法，如法不如法的问题，这个是啊，所以知见会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嘛。哦，第二个呢，才讲到我们的众生的因缘业报。哦，第三个呢，透过禅定解脱三昧净垢分别。哦，这个也是在修道上必须要用的。然后佛陀还要知道众生的上下根基的问题。哦，第五个呢，要知道众生种种欲。哦，
好药的事情，好乐之事嘛，的智力，对不对？还要知道众生的什么性智力，他的众生的什么习性，还要知道一切智处道的智力啊，就如何能够在什么地方能够如何的去利益修道上面的啊的智力。那最后三个是不是其实也就是从三明六通这样子演哈，从这些三明当中来的宿命啊，宿命通、宿命明到宿命智力，对不对啊？第九个是不是就是生死智力啊？它是用天眼通、天眼明到天眼智力了。天眼可以看现在的啊生死的状况，宿命是不是看过去的？漏尽的是看未来的啊，看未来漏尽智力啊，漏尽智力哈。好，回到第687页。所以他各诸力是不是各个于自世当中都是大的，就如同啊水的特性，就是它能滋啊，这个滋就是能够浸润啊。啊，水有湿的特性啊，火是不是有烧的特性啊？我们很难去比说到底水比较伟大，还是火比较力量比较大，它是不是各有不同的啊特性啊，各有不同的那种能力啊，啊，它是不是各自有力啊？各自有力，哦、啊，好，那瓜胡二呢，在实力当中哈、啊、来分胜劣，啊，有三种说了哈、啊，有人就讲说哦，出力为大，因为它能够摄实力故，哦、啊，所以刚才在这个667页嘛哈。啊667页，它这里也是哦，它由出来总摄后面的九，有没有？在667页的第一行，出总九别，知众生而度之啊啊！如果以出力来讲的话，往往也会觉得，哎，出力是最大的，因为它能够摄实力，总摄实力。它这里是出总怎样九别，出再加。总后面有九个，个别合起来是不是总共还是实力？哦，那是透过用出力来看哈、哦。好，所以第687页哈、哦，有人就觉得哦，出力的最大，因为他能够摄着实力了。哦，那也有人说啊，漏尽力最大，因为他是最后的，对不对？他是能够承办嘛。哦，而且可以得什么究竟涅槃？哦，当然，因为从声闻法，它就不是在讲究竟涅槃了。哦，但是起码都得到涅槃了，才叫漏尽呢。哦，才能够叫漏尽哈、哦。那也有论者说，是实力皆以无外解脱为根本。哦，那无外解脱为增上，这个是比较重视在解脱上面的，是不是就会觉得是无外解脱啊？哦为根本为最大，哦，那就会是所谓的这个第几例啊？哦，因为会从什么？诶，第三哦，禅定解脱有没有三昧净垢分别之力？哦，我们也常讲说，哎，佛教佛法。不共于世间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有解脱的智慧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也在于有解脱的智慧，只不过是小解脱还是什么大解脱？哦，这个也是佛教佛法哦，佛陀非常大的一股力量哦，在实力中是第三力的啊，漏尽力、漏尽智力是什么第十力了？哦，要么就是最前，要么就是最后，还有呢就是第三了哈。好、哦，去讲讲他的胜劣啊，三说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是实力当中何者最胜哈、哦？第二呢，弟子今世无人能得实力，那佛何以故还要说呢？哦，因为这实力是不是独是佛事啊？
也只有佛陀能够如此具有这实力啊。佛弟子当中，因为没有人啊，弟子当中没有成佛者啊，所以今世来讲的话，我们都不可能有这实力啊，会觉得哎，实力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啊。那为什么佛陀还要特别讲这实力呢？哦，那论主呢自答说，第一个要断疑，哦，来让我们修行者，就算我们是凡夫，也要令心能够怎样坚持、坚住哈，哦。诸佛弟子呢亦喜啊，哦，所以呢，断人实力当中的疑故，哦，因为我们难免会有很多的怀疑啊，哦，要断疑嘛。哦，那也让无智人令心呢决定坚牢固，哦，会觉得只要我们现在好好努力，只要成佛，是不是自然就会具有这实力？虽然非常遥远，但是那也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啊！哦，能够令四众欢喜，四众欢喜啊，哦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四众弟子欢喜，因为这里哈，哦，这一。第二十四卷、二十五卷是不是还是以声闻法为主啊？所以用四众欢喜啊，那么也会说啊，我等大师独有如是实力啊，啊，不与一切众生共啊。就算因为佛陀时代，他是不是也要面对很多的外道？外道每个外道都会觉得他的导师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教主是最棒的啊，那。当然佛教来讲的话，以佛陀为导师，哦，佛陀就因为具有这实力，哦，所以呢让我们也等于是会比较有信心能够去面对这些外道啊，哦，来让我们佛弟子呢也能够升起坚固的心、坚牢的心，哦，我等大师独有如是的实力，不与一切众生相同，哦。第二个呢，为了要止息外道的毁谤，哦，所以用智慧来导群迷啊，哦，因为当时候很多的外道诸外道辈呢就会讲说啊，这个乔檀米哈，哦，因为悉达多太子的哈，哦，所成立的这个沙门，因为他的出身就是哈，哦，所谓的乔檀氏嘛哈，哦，沙门，因为他们沙门很多啊，而为沙门呢就是出家修行。在中国来讲，这只有佛教出家修行，哦，那但是在印度非常多，所以叫四种沙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他称佛陀是乔檀氏沙门，常极静处住啊，哦，那因为经常的都非常的极静，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啊，我们这个佛陀他本身呢，因为太过于极静处住的关系，所以他的智慧是不是也会消，哦，会缩减呢，啊，乃至没了，哦，缩没，哦，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，哦，所以发至诚心，所以佛陀呢就自己来发言了，说我有十种智力，有四无所谓，哦，安立具足，在大众中呢能够说具足的智慧来教化众生，就如同狮子吼一般，哦，来转梵轮呢，啊，哦，这个修清净恨，哦，乃至，哦，一般就讲什么法轮嘛，哦，那有时候为了随顺外道，因为他们这个以梵天王为主，哦，所以呢也一样，哦，可以转梵轮的，一切外道及天世人呢无能转者，哦，由佛陀自己来发言，那么为只是谤故，哦，就为了停止这样子的毁谤，好，哦，好，哦，所以呢，佛陀是为了断疑，也为了止谤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自己说啊，我具有这实力，好，哦，好，那第三，哦，第三，那佛陀自说实力而无过的疑，哦，所以。论主也设问说，哈，啊，乃至可能也是外道也会问了，啊，哈，也会请法哈，啊，说好人法哈，啊，以好人法来讲的话呢，一世智慧尚不应自赞呢，啊，
我们一般都说啊，不要自赞毁他嘛，哈、啊，自己有点好事，有点能力哈、啊，或者有点智慧呢，都不应该自赞啊，不应该自己赞叹自己哈、啊，因为佛陀自己说有实力，是不是好像自赞的意思啊？啊，更何况佛陀是什么无我无所着的人，而自赞实力哦，所以他们也很会问啊，对不对？既然无我无所着的话，怎么会自赞实力呢？哦，就如同说自赞啊、自毁啊，或者赞他、毁他呢，如是四种的智者不行啊。哦，以智者来讲的话，比较不会自赞，也不会自毁啊、哦。那是不是一定不赞他、毁他，倒是不一定了哈、哦。这是外道的说法哈、哦。总说呢，自赞本身就是他们认为智者不行哈、哦。如果真的是为智者，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哦，所以呢，论主呢就也自答哦，说第一个呢，为了悲悯众生的缘故哦，虽然佛陀是无我无所着，有无量的力哦，但是呢，佛陀大悲为度众生的缘故，但说实力啊，不为自赞，不是为了赞叹自己来说实力，哦，主要是因为悲悯众生的关系哦，如同好的客人啊。啊、哦，假客啊、哦、是商人的、啊、哈、哦，如果是好的商人的导师啊，啊、哦，就是去引导如何让这些商人能够买到好的商品，啊、哦，但是却见到有恶贼啊、哦、去狂惑这些商人，啊、哦，那是以非道哈、哦，等于好像要去诈欺一样，啊、哦，因为外道它本来就不是正法嘛哈。哦，就用这个来做譬喻了哈。那导师呢就悯念啊，就很悲悯这些商人，就告诉他们这些商人说，我才是实语者啊，你不要去随着哈、啊、外道所说的这些话啊，这些都是要去狂惑你们的啦，啊，要指得出，哎，我这个我们的才是最好的啊，是实语者啊，真语者、如语者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嗯，都不会骗他们，哦，让他们去购买到不好的商品，那是不是就赚不了钱？哦，就不是商人之道了，哦。那又如同诸婢医等了，哦，也是在狂诸病人，哦，就像一些很差的哈、哦，这些不好的医生，他也是。无法治病哈，反而还要害这些病人啊。那良医是不是就很悲悯他们这些病人哈？所以就告诉这些重病人说啊，我这里有良药啊，啊，能够除掉你们的这个啊病苦啊。莫信欺狂以治苦困啊，不要去相信这些庸医们啊，啊，我才是良医，有良药啊，能够直接就除你们的病。啊，而且也不贵啊，也很实在啊，又能够药到病除啊，等于是要去显示啊佛法的好啊，所以是为了悲悯众生，为了要啊度化众生的缘故啊。第二个呢，为令之获益啊，啊，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，能够知道呢，才能够获得利益嘛哈、啊。所以复次呢，佛的功德是非常的深远。如果佛陀自己不说，实在也没有人知道哦。因为就算菩萨了或声闻，是不是也很难知道佛陀的那个能力到什么程度啊？因为还没有去验证到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佛陀自己不说，那是不是就没有人能够知道啊？哦，那为了众生哦，这个所说了哦，这少说是所说的意思。好，在第157有没有注脚啊？是为众生所说啊，希望他们所益甚多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佛陀就自说是实力，只好自己来说咯啊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佛陀这样子的一个啊程度嘛，就没有人来介绍啊，没有人能够让更多的众生知道佛陀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啊。那第三个呢，是为了可度的众生的缘故，哦，所以复次呢，因为有可度的众，可度者了，所以呢，必应为说，为他来说，
而且所应说当中呢，还要次第的来说这实力。如果不说的话呢，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得度啊。所以事故呢，佛陀只好怎样自说了啊，也只好自己来说啊，就如同啊，譬如日月出的时候啊，出太阳出月亮，太阳月亮不会自己说啊，我照天下当有名称啊，哦，但是呢，日月出来的话，它是不是必自有名啊？不是佛，不是日月自己要说了，但是一旦有日月的出现的话，是不是就必然要有日月的名相啊？哦，就必然有日月的名相嘛，哦，所以佛陀也是如此的，他不是自念啊。哦，他自己的名称，然后来自己说自己的功德，哦，来自吹自擂的意思，哦，就像日月，日月也不会这样说，哦，那佛陀也不是为自己说，哦，佛陀还是以清净的语言来说法，哦，那也因为清净说法，所以就如同，哦，太阳的什么光明嘛，所以我们常说佛陀的智慧是不是如同日啊，慧日一般，慧日升起，那个无明黑暗是不是自己就啊，自然就会怎样，会驱除了啊？所以光明会破什么众生的愚暗，众生之所以无明烦恼，是不是都是在都是因为愚痴啊这个黑暗当中？那唯有慧日是不是才能够照破啊？啊，所以自然有大名称啊。自然因为有这样有佛陀的出现，是不是就有佛陀的名相啊，乃至佛陀自己啊来宣说啊，来介绍佛陀自己所具有的这实力啊，这实力的功德呢是非常之大啊，而且没有任何过失啊，因为佛陀已经是清净圆满的啊，完全的清净圆满啊，是非常可贵啊，也为了可度的众生才说，也为了要让众生能够知道啊，知道而且众生自己本身能够获益啊，起码我们会觉得哦，我们的教主是这么如此的伟大啊，我们的那种皈依的心啊，依靠的心是不是也会增强啊，虽然是啊成佛是这么遥远，而且佛陀啊，佛教的可贵不是只有佛陀他唯一哦，主宰一切的万能的啊，哦，的这样子啊，哦，的这种教主的这种身份啊，哦，的那种宣说不是啊，哦，因为佛法的可贵就在于说啊，我们只要依循着佛陀教我们他如何成佛，是不是就依法来修行啊？人人都可以成佛哎，啊，哦，不是只有佛陀这么伟大而已啊，啊，哦。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的，都有因缘啊，哦，那当然一定要走得对啊，哦，在道路上一定要是正确的道路，是不是才可能成佛，哦，那一旦成佛是不是自然就具有这实力，哦，所以这实力不是只有在赞叹释迦牟尼佛，其他所有的佛是不是也都一样，哦，都具有这实力的了，哦，都具有这实力，哦，好，那瓜胡三哈，哦，就解释这实力还有它的什么功用，啊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力呢，就名有能有所伴呐，啊，哦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宗教的信仰也是希望我们所信的教主本身是有德也，啊，哦，有能，啊，哦，那么这个有实力的，能够帮助众生去解决。啊，我们的痛苦烦恼生死轮回嘛，啊，他本身有他的能力啊，啊，才能够能有所伴，啊，能够有力量来帮助我们，啊，来解决我们世间，乃至还让我们有出世间的智慧，乃至我们还能够释出释入无碍的行菩萨道道，能够成佛哦，这个也是实力的重要，因为佛陀是不是也透过这实力主要是要观机斗教啊，哦，为了度化众生嘛，哦，这是力，哦，那力的功用呢，能破论意识啊，哦，用是十种力增益智慧的缘故，
所以能够去破除啊论意识。因为在当时候是不是有种种的外道啊，哦，96种外道啊，而且那个时候也是60外道非常兴盛的状态啊，所以很多很多的论意识啊，哦，这个非常之多啊。那这么多的论意识，其实我们都很难去做抉择啊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些这个基础的话，也很难去哈，这个去做分别啦，种种。所以呢，佛陀也是用这10种力哈，来增益我们的智慧，来让我们知道说，如果能够成佛，能够具有这实力，好，那其他的外道的论意师他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，哦，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力的功用就在破诸外道的这个论意师啊。哦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也用是实力能说什么，能号说法啊，用这实力来增益我们的智慧啊，能号说法啊。因为所谓的修行是有方法的啊，是依法来修行的嘛。好，啊，所以佛陀为什么要不断的啊来为众生说法，就是希望能够告诉我们众生啊，如何来依法修行，依法修行。所以这个法呢，就可以有种种的方式来解说，哦，可以不断的能够流传的下来，哦，然后能够这个能够达于这实力的圆满，哦，好。那第三个呢，啊，也是用是实力来增益智慧。所以这实力其实都在增益智慧，因为我们所谓的啊修行啊，一个是这个能够向上提升啊，果位的提升到成佛，其实智慧是最啊是最根本的啊，透过智慧，所以不断的都是用这实力来怎样来增益智慧啊，来增益智慧，能够去破论意识啦，能够好于说法啊。所以不是只有佛陀这个好说法，菩萨是不是也要好说法啊，乃至好，当然声闻缘觉他比较不管别人了哈。好，那用这实力能够去摧服什么不顺呢，啊，哦，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逆境的现前，所以我们也常讲说顺逆皆精进，有没有毁誉不动心之类的，这是不是也都是依据着中道不二之法啊，哦，都是依法来修行啊，哦，那我们的很多的痛苦烦恼啊种种哦，所以也告诉我们世间本来都是相对的有二，哦，要透过法，透过深入这个因缘，哦，才能够去解决这些比较，哦，能够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摧服不顺，哦。第四呢，哦，用是10种力来增益智慧的缘故，所以呢于诸法当中能够得以自在，哦，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能够得以自在啊？所以心经就讲观自在菩萨嘛，对不对？观自在如何能够透过观照而得以自在，还是要深观因缘啊，啊，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要行般若波罗蜜多嘛，啊，啊，所以能够在诸法当中得自在，啊，这也是依法修行而获得实力，就如同大国王在臣民大众当中，啊，这大国王是不是最自在？因为他可以发号施令，可以好像在主宰一切。当然他主宰不了，但是他起码他可以发号施令，啊，那可以依着自己的方式来做，啊，所以呢，佛法也是这样，啊，在法上，啊，所以最后第四，啊，大写的四就解说，啊，声闻法说实力，这是透过声闻法来怎样略说佛陀的实力，哦，而不是菩萨法了哈，哦。那过程当中，我们难免还是加了菩萨的这样的观点呢。不过这是比较从什么声闻法来说佛陀的实力，哦。好，那我们第24卷就这个结束，哦，阿弥陀佛。